你看，哎，于凤啊，其实我觉得你这集吸血鬼呢，可以演得再夸张一点。我觉得我演得挺好的。好，很好，啊，换场，换场。 来呀！ 来呀！上厕所时间，那你还不赶紧呢？解不开了，往下耗，快好啊！来吧！啊啊！听一听，听一听，各位尊贵的贵宾，亲爱的朋友们。 全村的父老乡亲、老少爷们们，晚上好！今天大家呀欢聚一堂，就为了一个人，一个事儿，谁呢？咱们本村首富，老王家大小子王富贵的新婚大喜之日，咱们今天为这个好日子祝贺鼓掌！行行行。 富贵，百下齐宴，让大家呢聚一聚，我们呢就是这一起。富贵啊，富贵，我觉得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，你是不是应该上台来整两句啊？啊，顶着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算看出来了，哎呀，富贵啊，你呀上不了大台面啊，咱不埋怨他，不埋怨他啊。
凤妹啊，毕竟年轻，这个头一回结婚呢，她也没啥经验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啊，谁呀？我大姐跑了。那你俩还在这干啥呀？还不去啊？好的，不知道啊。没事没事啊，是这样啊，刚才俩伴娘上来说了，说呀，外边有个送大礼的来了，这送大礼的来了，那就得有大人物去迎接呀、啊。那这是谁去呢？那只能是咱们本村我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大伙儿吃好喝好啊，继续吃着喝着啊。有我们我的助理王师傅给大家继续主持啊，来来来来，吃着喝着，晚上好，好，好。今天是王富贵新婚，继续啊。承蒙家乡四舅，各界来宾啊啊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时间来见证一对新人美好的结合啊，吃着吃着吃着啊，我代表王四家族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谢意。我心疼，谁说我？哎，你干啥来了？你俩干嘛？那个及时未到，吃饭吃饭。对对对，我们俩再商量商量这个事儿。有大礼，你进回去。哎，找我娘家人啊，好，去吧，去吧。别喝了，干啥玩意儿？不知道心忙闲呢你？走。哎呀，玉凤，姐，玉凤，玉凤姐，姐，玉凤，嫂子，哪去了？你说这，哎呀，玉凤，玉凤姐，嫂子，哎呀，哎，金勇啊，这是不是玉凤头上戴的东西啊？对，是我姐的。嫂子，玉凤，嫂子，哎呀，我说别喊了。指定在前头呢，往前追吧！啊，走，加小心啊，脚底下。喂，有病啊你！见鬼了！吓死我了！走走走，跟我回去。不是你谁呀、啊？大晚上跟我演戏是不是？你尿尿尿了半个来小时，你可真行！赶紧走。嗯，勇哥，等我一会儿。哎。哎哎，静儿！不要！是玉凤姐，玉凤，快点走！哪儿啊？啥呀你？回家呀？干嘛去？我回家，你别拽我！都多长时间了，还没事儿？快点啊！哎呦！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这干啥去了呀？大晚上的上厕所上这么长时间。哎，你衣服呢？哎呦，张玉凤，你又给我使什么手段呢？你别神神叨叨的好不好？哎，你这怎么的？大晚上撞鬼了是咋的呀？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我去，啥味儿啊？哪儿有味儿啊？什么什么味儿啊？哪儿来的味儿？开车呀，赶紧的！哎呀，青瑶，干啥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搁这看着，我去找富贵去啊。哎，哎哎，告诉你啊，别瞎整啊！怎么能是瞎整呢？我就是祖传的。啥情况啊？
那没人那啥啊，富贵啊，你冷静啊！这个，哎呀，我这命啊！你说我这刚娶上媳妇咋说说啥？就赶这事儿，没事哥，富贵，你听我说，没事啊，富贵，富贵，富贵，没事哥，富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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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吃啊！你弄这东西就是歪门邪道。不是，富贵，你别听李行友的。富贵，我有办法了。能行吗？能行，没问题。接下来我宣布结婚仪式，现在开始。新郎新娘一拜天地。行了，别检查了，我的吩咐阿姨给你定期打扫了。哇，这怎么长得像皇宫？这，哎，这是灯啊！这多少钱？天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吃饭的这，是有东西吃了。可以吃东西了。哎，我说你别忘了生日答应我的啊！我跟领导那边也打好招呼了，你呀调整调整状态，还得继续拍完呢，啊？嗯，你别吃了，给我注意点身材。嗯，知道嘞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睡吧。我明天一早上来接你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嗯，指令。咋开不了？哎呀！好嘞，好嘞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那个，福瑞啊，嗯，这事儿呢，我觉得你也别太上火了啊。没事。完事之后呢，那啥，这个。底面的铁盒子行，啊，你多搁那照看照看就行了，啊，啊，啊。哥，哥，刚才我算了，没啥事儿。特别吉利的日子，真没事啊？你没事，你别多合计。完了那个，不行，你上我那弄点药啥的。我，行，兄弟，我信你。你就。
你谁呀？啊？我富贵儿。富贵儿？那我是谁呀？媳妇儿啊，你叫张玉凤。给我闭嘴！谁是你媳妇儿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拜的堂吗？昨天结的婚，这不婚纱照还在这呢。昨天呢，你把头磕了。你起来，干啥？我让你坐下了吗？起来！吃饭吧，媳妇儿。你给我出去！啊？我让你出去！关门！这还给我整点家庭暴力，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？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穿的，你别扯了，行不？你给我整个长点儿呗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呦我妈呀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穿的？领导，这人我是给您请回来了。分寸呢，您得自己把握。哎呀，长大经纪人威武啊！谢谢。于峰啊！哎呀妈！啊！哎呦，你谁呀、啊？我。别又闹小孩邻居，这不领导吗？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长点的裙子？我穿的这，你说这是像啥、啊？这挺好。不，这挺好看的，凸显你的身材。你看，又有胸。又有腰，又有屁股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干嘛来？你打你啊！你看，贵人不敢这么对我。哎呦，我就说你这丫头吧，你就是不听劝。昨天晚上那么晚还看台词、看剧本，你看你现在，这入戏太深，入戏太深了。入戏太深啊！入戏太深，入戏太深啊！于峰，我终于了呀！导演，干嘛？闪开！大哥，你说啥呢？什么玩意儿？闭嘴！啥玩意儿呢？他说他稀罕你。别着急哈、啊，我去跟他说一下哈，我这就去跟他说。你坐这歇会儿啊，消气消气。还说什么北戏毕业？哎呀，太子了，哎呀，跟他犯不上生气啊。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？你是不成心的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他们几个全都是江南有名的采花大盗啊。你等会儿去，你等会儿去，啥大盗？采花大盗。采花大盗是啥玩意儿啊？你又给我装是不是？采花大盗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无恶不作，啊，杀伤抢掠，奸淫妇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我去，就这种玩意儿。对，状态。你别说话了，我采花大盗，小样儿，弄不死你吧，我就暴脾气，我就暴脾气吧，我忍不了。Thank you.
以来，可以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。我没打够呢。行了，可以。够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很好，很好。范儿啊，别着急，饭马上就好。我是你媳妇。哎呀，你可算想起来了，我跟你说呀。我没有。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这些天这小娘们真是气死我了，又是打咱们导演哈。又是打咱们的武行，真是反了天了！这小丫头片子，我这个小暴脾气啊！哎呦我的天，小伙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办？揍他去！哎呦，哎，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傻孩子，哎呀，导演，你看啊，咱们戏投资这么大，然后。咱们那个宣传力度又这么好，半途而废多可惜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您就暂时消消气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嘛。这样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嗯。这样，您看行不行？明天呀，咱把这个小娘们。到您的房间，我呀托朋友从美国订了一批上好的这个实施酒，到时候你们两个把它喝了，哎呦喂！哎，凤儿啊。你记不记得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？当时呢，我就是这，凤凤，你看我凤凤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当时我就是这个姿势，后边还有两头驴，你就在河里洗衣裳。哎呀，我这一看，这不是天仙下凡吗？这不是电影明星吗？当时我就立志，一定要娶你当媳妇儿。后来呀，我就一边黏着你，我一边养着鸡，哎，黏着你。养着鸡，然后你就揍我，给我这顿揍我，你揍我我就揍鸡，哎，你揍我我就揍鸡，你就是鸡，鸡就是，反正不管咋说吧，就是如愿以偿了，梦想成真了我。哎呀，凤儿啊，凤儿，你慢点走。凤儿，记这塔不？你看那边。当时啊，我就趁你一不注意就现出了我的初吻。按说你师爷也挺好，最起码不揍我呀。你就记得那次之后啊，这给我揍的，好几天都没起来床，哪像现在这么安静。你跟你，哎，凤儿啊，凤儿，凤儿。是不是有个电影摄制组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个张玉峰在哪屋住？你干啥的？找他有点事儿。哎，啥？
你见他必须得通过我，明白不？见他通过你？对。你是谁呀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干啥的？我找他谈点工作。出去出去出去，别动我啊！你要知道我认识谁，你会为刚才的行为负责任的，你会后悔的。不，你认识谁？我认识张玉峰的经纪人蒋程程，那我跟程程的关系非常不一般。别动我啊！别动我！跟谁关系不一般？跟蒋程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我问你有多不一般？那多不一般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我们俩的关系那是相当的。我就合计这娘们还有人儿，没合计这么不忌口呢。你说谁呢？我是说你丑。再说一遍，你丑，长得跟獾子似的。你长得好看，长得跟白头翁似的。你跟啥？头上有俩白毛。你这呀，出出去，赶紧冲我动手。动动手咋的？我搁练过跆拳道，你知道吗？还练过空手道。哎呀哎呀，空手道知道不？大牌，你这好厉害。哎，手。哎，老公啊，啊，我今天有事儿。嗯。哎呀，我晚上也回不去。动手就哎呀，哎呀，老公，我这有事不说了啊。你俩出去打去。老姨，撒开！哎呀，这给挠的，这下手也太狠了。不是谁呀？不是，不认识。我，我看大勇，认识你。啊啊，你就大勇啊？哎，是我，认识的呀。这谁呀？哎呀，这是你姨，那个老姨不好，什么玩意儿？别吵吵，在说什么呀？你听话啊，大勇，陪我去聊聊就走。不是，还聊啊？你乖啊，工作上的事儿啊，马上就回来，宝贝儿啊，等我啊。嗯，对不起啊，老姨夫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。哎，老姨夫没事吧？老姨夫。脸没事吧，老姨夫？别说话，老姨夫在程姐面前多说好话行不？老姨夫，滚吧！老姨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不认识他呀。那老姨夫也是。行了，还有别叫老姨啊，叫姐。哎，老姨姐。行行行，随意吧啊。你找我来演啥呀？演啥？啥也不演呢。哎，二舅老爷没跟你说吗？我需要个粉头。粉头啊？不行。现在别说城里了，在村里都不给批地，现在都火化了。你给我滚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粉头、粉丝头，咋吃啊？不是，这是干啥的呀？哎，你看那明星出来没？嗯。不有一大群粉丝追星的，你得有一个头啊。嗯。就啊，欢迎欢迎野麦迪，野麦迪，发财了嘿！明白了吧？听着挺好听的。就是有点耳熟，这个曲。听明白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懂没？懂了。那你在这站着干啥呀？啥也不干呢。找人去啊！哎哎，土老帽。凤儿啊，凤儿，我是富贵啊。这么个情况。这属于蜥蜴范畴。哎，干啥你？这是你嫂子。炒菜呢，我不得号脉号脉，看病号脉吗？不号脉，我知道是啥，这都摆着呢。讲话了。那行了。哎呀，这太严重了，这我不一定能救得了啊。那什么，你该吃点啥吃点啥吧。反了，这我能摸着脉象吗？哎呀妈呀！咋样啊？我这数数呢，你别。咋样啊，二狗子？
别老叫我二狗子，你嫂子叫我李大夫，这来个外人听着多不好。嫂子吧，有点产后综合，不是，她有点抑郁症加失忆症加磕着脑袋。那不完了吗？那不，挺严重的。哎，放哥，哎，不过哥你找我就没有事了。来，小药啊，来四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按剂量吃啊，别整大不劲了。哥，那行。那走吧，别吃辣椒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喂，刘哥，给钱呢？这他妈什么朋友？这都是，我这福利机构啊，这是。哎呀，你们这一千块上不起这火呢。冬的冬青啊呀呀！啦啦啦啦啦啦，还是你的腿不饶想你啊，娘那个我的不着心。这刘哥看病了吗？有人举报你非法行医。上炕。知道啊。我都知道，这李志珍啥的，这都时代亲戚，都知道。营业执照啥玩意儿？你瞅这锦旗啊，妙手回春啊，这都给我的。李志珍、李庆友，有没有啊？就给你弄点药啥的。你俩免费的啊？是太客气了，带走吧。好，不是，这一份不够吗？还够。你干啥呀？媳妇儿啊，呀，药马上就好，哎，药到病除。张玉峰给您叫来了，师生酒也准备好了。嗯，来了。哎，导演，干啥呀？你找我呀？玉峰啊，啊，是这样，前两天咱们好像有点误会，想找你过来对对戏，还有这里有一些酒。赔个罪啊！喝酒啊！你早说呀，磨磨唧唧的，来坐下。不过啊，弟妹咋样啊？还没样。哎呀，我那药啊，你得按时吃啊，吃完过来的，有效果吗？没啥效果，现在就是不认人儿。嗯，哎，你圆房了吗？对呀，哥，搁啥味儿呢？那圆房啊，啊，滋阴补阳，万物复阴而复阳，你圆房这咋？早就好了，能好吗？你听我的。你嫂子、你弟妹，你们俩也不是不了解，从小揍我到现在呀，我不敢呢。你呀，哎呀，来，再喝一个。你就是缺乏男子汉气概。再者说，从小啊，你就让玉凤欺负，那当然了，玉凤这是十里八村啊，
那也出了名的彪。你这，你就得霸王硬上弓，得有男子汉气概。马到成功。这啥玩意儿？滋阴补阳啊！可拉倒吧，别提你的滋阴补阳了。咋的了？不提这我不来气。就因为他的药酒，不过你也知道，原本搁着跟你嫂子，我俩凑合还能过。自打喝完他的药酒啊，我一个多星期没下去，直接就把你嫂子干回娘家去了。哎哥，别听他瞎说，是这么回事。勇哥，我让你喝二两，谁让你喝二斤了？给你配个母牛也不行啊！啊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早说你得听啊。再说了，之前那个呢是壮阳，现在呢升级了啊，壮阳又壮胆。弄吧，那我就那药丸我就试试得了。试试没有事儿，你试试，反正这玩意儿。加油哥啊！啊，我走了。以后你哎，不是富贵。哎。我先上个洗手间，你等我啊！你快点儿，那么多酒呢，是不是男人？马上！哎呦我的妈！上劲儿太快了，上劲儿啊！治病。
凤儿，你别吓我呀，凤儿啊！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李清友诊所。This is 李清友 Hospital。清友啊，我是你棍儿哥。哎呀，哥，你这整的用不着，干啥呀？谁整没有用的呀？清友啊，你来一趟吧，你嫂子又晕倒了。那等我啊。凤儿啊，凤儿，你别吓唬我，凤儿啊，凤儿。你醒醒，凤儿，你能听见我说话不？凤儿，凤儿啊，凤儿，凤儿，小伙，起床了！哎呀，快起来呀！大家要是迟到了，张一峰应该耍大牌了，快起来！嗯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二呀，等，等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来。导演，导演起床了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给我开下门。好，我给您开完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万总。哎哎哎哎，干什么呀？谁让你进去的？站住！导演，啊，导演呢？哎呀，导演起来啦！导演你在哪儿呢？导演呢？导演，导啊！我的天，好烦呀！啥意思？你让主意过来搞啥呀？像谁呀你？媳妇儿啊，昨天对不起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哥，你是跟嫂子干仗了吧？你这个事儿我可管不了，我走了。不是，哎，你回来，你跟嫂子说话。他拿刀呢，我跟他说啥呀？你就说句话。哎呀，心，不是，嫂子，你认识我不？姓友，给你瞧病那个，我记得你。哥，他记得我，没有嫂子。我是你嫂子，我也不是你媳妇儿，我不是玉凤，我是玉峰。这可咋整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没有事儿，哥，你不知道哈。我跟你说哈，从小呢，俺俩家是邻居，他家觉得名不好，后来把他名改了，叫玉芬，也对。啊，这么事儿。我是演员张玉峰。导演，看一下我们玉峰穿这身衣服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挺性感的，玉峰。哎，来。快点走戏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领导，啊，我们今天玉峰拍摄时间到了，所以我们要回去休息了。哦，对，休息很重要，好好休息啊。怎么打飞机啊？怎么这么贱？玉峰啊，你看我跟你谈这个戏也不容易，咱甭管角色好不好，至少这阵容强大，剧情火，咱们就能回到一线，是不是？
我觉得呀，你跟导演别闹得太僵，他就延续这么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不是坚持。好了，程程姐，你不用说了，不是我不想拍，你看这导演他到底在拍什么啊？他巴不得我每天不穿衣服。哎呀，你穿得多谁看呢？梁师傅，靠边停车。你看，你想想，这不是问了我让你靠边停车，我要上厕所。哎，这什么司机啊？太他妈不懂事了，给我换了。明天我要回剧组。和哪组？剧组。打鱼啊！你小点声。你过来。哎呀我的妈呀！前两天呐，前几天呐就不认人，这两天开始说胡话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，眼神啊！哥，是不是药你没按时吃啊？我按时吃了。整过量了？不可能，就那一小碗儿。那也不应该呀、啊。犹豫死葬。气归于全都。不是，你把那玩意儿放下。我放下，我怎么算我放下？那你算吧。刘玉死葬，气归于全好，横拳已平。已决生死。哥，你这。哥，我弟弟的确尽力了，要不然你带嫂子上大医院看看得了。我真没招了，哥，我这不是你不能不管我，那不是那还在那，我怎么办呀？我知道，我是真整不了。哥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哥，我真的。你往哪回？你门在那边。那啥，哥，我这帽子送给你，你就是好人一生平安啊。你这样的还贪官我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这车这个，你往哪去？哎呀，就你这样的还开个奥迪？哎呀，粉丝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张一峰。张一峰在哪儿？张一峰来了。我在这儿呢！哎哎，来了，这么多人干嘛呢？快点，赶紧回车！张一峰，我爱你！张一峰，张一峰，我爱你！张一峰，张一峰，我爱你！春儿啊，春儿啊，媳妇儿啊，嫂子。嫂子，这啥呀？怎么的了呀？这是。哎，富贵，你俩咋来了？还我们咋来了？你看你什么玩意儿，霸王硬上弓？你看嫂子严重了，就说自己是大明星啊！不，我你看他。哎呀，姐姐，哎呀，今天可累死我了。
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看这干啥玩意儿的？这都咋还跑呢？张玉峰，我说你现在怎么回事？你自从那天晚上出去上完厕所回来以后，你就跟我装疯卖傻的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娱乐记者可都在这拍着呢，你给我下来！你下来坐好。哎，你瞅瞅你从上到下，你哪有一点明星的样子？我求你了啊！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推你，我为了炒作你，我花了多大的精力啊？你说我请这些人，我微博，我微信，我推广，我请人，我得花多少钱？你能不能配合配合我？怎么的？这玩意儿还花钱呢？哎呦我去！就刚刚那个哭的那个死去活来的，这多少钱哭一场啊？张玉芳，你跟我装傻是不是？你就装！我跟你说啊，人家秘密什么上个礼拜让粉丝给扑倒了，那个菲菲就前两天让什么粉丝给跟踪了。你说人家都有炒作的点，你有什么？我得给你炒作，我得给你找新闻点，我才能让你回一线。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你能不能配合配合我啊？你说我这一天我怎么就，我这，哎呀，我这头，我招你惹你了？这玩意儿吵吵把火的。于峰啊，我来给你讲讲戏。这场戏呢，其实就是你中了这个标毒，然后呢，你要走到那边去躲起来，然后边走的时候呀，你要吃下这个药丸。哎妈！然后你吃完了之后，我和小虎一会儿就去救你。啊，这样啊？嗯，行吧，就吃了哈。啊，一会儿边走边吃。哦。嗯。那怎么今天没有那个咔哧咔哧拍照的呢？咔咔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导演说了，那个今天啊想拍的真实一点，所以选择了偷拍。哦，那行吧，赶紧的，别磨磨唧唧，快点的。哎，好，我过去了啊。啊，你过去吧，过去啊。啊，边走边吃啊。我吃了啊。这咋还真晕了呢？走。臭娘，跟咱们导演作对！哼，哎，导演，都给您办妥了。快去吧！哎呀，于峰，干嘛呢？你干啥的？你这干啥的？周密，我们干啥的？我们在拍戏，拍戏。哎，你看看这周边哪地方有一个机子，你还拍戏？你懂什么？我们在偷拍，偷拍。哎呀，我让你们偷拍，不是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啊！哎，我说，你瞅瞅你们几个啊！你，尤其是你张玉峰，你不好好在那边拍戏，你跑这边跟他们，张玉峰，你，张玉峰，你个死变态！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给我站住！没有，哎呦，没有，哎，我问路呢，刚才问路，问路。啊，我是粉头，粉头，我是在这里边卧底的，俩坏小子啊！大哥，累了吧？来，让兄弟给替你拿碗啊！好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！哎呀，你拿这么大个刀，跟堵墙一样，有用吗？拿刀，靠智慧。嗯，富贵，他也跑了，快追！好小子，青友，这儿交给你了啊！哎呀，我去你妈的！你大儿！哎，大哥，你不累吗？大哥，我掐指一算，你这印堂发黑，估计你没有什么好事儿，大哥。哎，祖传的。
我跟你说印堂发黑，你还追我？你是不是傻？我跟真没跟你说。我是导演。屁！我导变形记的。发黑我。还有谁？爸！爸！哥，给我围住我。那棒子呢？在哪吗？还有谁？我真是导演。这是何意？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还有那小妞，还是留下你们的狗命。